我们现在走在这条路上，旁边有新世界。今天为什么路上好像都没有什么人？哦，上面那个是什么？是香天下吗？上面那是香天下吗？是吧？对不对？对啊。香天下火锅，那家火锅店很好吃，我觉得很好吃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这是公车。哇，刚吃太饱了，我的妈呀！哎，我今天可以创造一个我的 channel， 然后把这个 upload 上去，对不对？哇，好多这个装饰可以买，你看这个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这是什么？兔年的。这是地铁站。哦，所以这条叫 Main Street， 所以这是 Main Street 的地铁站。卖一些中药，是中药吗？然后这个是一些店，你看这个，我吃太饱了，好想吐。路上有点臭哎，我觉得。你有没有觉得？你看这家店，我在这家店还买过衣服的。哇，这衣服蛮好看的哎，这个。这衣服蛮好看的。新的那个韩国人的衣服店，觉得还不错。这边是要开的 Urgent Care， 就有点像诊所。然后这是 Chipotle， 在这地方开 Chipotle 会有人吗？哎，有哎，好神奇，居然有人，好吧。哦，那边你看，我就是说那个有没有？那边有那个面包店，你有看到面包店吗？然后像这些啊，里面都有衣服店。老高烧烤、烘焙，然后呢，哦，就要头痛了。这是什么啊？哎，新开的哎。No， 衣服店，潮牌店吧。Buy one get one free。要进去看一下吗？是精品店，也是眼镜店，眼镜店。我想进去拍前面那家卖衣服的店。你刚刚没写好不好？为什么啊？我可以帮他宣传的话，我就进去说嘛。如果他不让我拍，我就不拍了。因为那家店的衣服都卖得很贵，像前面这个什么商城有没有？他的哦，这个 Tassel 这边的，这里好多 Tassel， 至少三家 Tassel。这间 Fashion City 这间店的衣服其实蛮贵的，像这外套200块。来看衣服。哇，204块。看，还有一些精品。
来了。好啊，还要走去哪里？我们还要走去哪里？绕回去啦。这里也有，这间店也是韩国人开的。然后这次在卖一些东西，就我不会想吃的东西，但还是照它一下。要走去哪里呢？现在？绕回去。OK。哦，它这里开了好多店哦，最近那个什么东大门商场也是新开的。里面就有很多小店啊。哦，是吗？对啊。摊位了，是啊。不然他不会这样。哦，进去看一下。哦，对，哎，你有道理耶，你看他那些阿美鞋店啊，什么连衣房，还有洗药房，还有洗帆。OK，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吗？去看一下吗？哇，你去看看吗？这是商场哎，要进去看一下吗？哎，你看里面真的很多店哎，进去看快点。哇，你看这个。哇，那件还蛮好看的，对不对？白白那件，短短的，好不好看？哎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嗯，你不要从我的镜头旁边走，你会入镜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好好看！对啊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外套，这个都挺好看的，阿美鞋店。哇，你看这个一件特价30块。哇，里面好大哦！这以前有吗？这以前就有了吗？还是新的？哇！哇！那这边，哇！你看这个。这个衣服，走吧。哇，你看这个，哇，这是有模型哎，有模型，这是模型的店。里面还有哎，要去看吗？不要吗？看有什么？哇，停车，停车就停了。Sorry。哦，这是你好。他怎么拿着这个来呀？我在做 vlog。谢谢，拜拜。走吧，走吧。看这个，看。多东西哦，欸，我已经拍了9分钟了，会不会太长了？不会，那我把它关起来。